十大行业高危猝死，淘宝店主都有机。在淘宝网开店，话晒都是老板，好像很舒服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这份工作一点都不易做，还很大机会猝死。因为他们什么都要一脚踢，不停发货，做完客服搭查询，还要识影相和做广告，大时大节都没有假放，要亲手整贺卡send给客，工作量大到你估不到啊。所以就打入内地近日疯传的十大猝死行业排行榜。排第一位的是成日食死猫的临时工，他们的公务员一日应酬到坑，又成日被人怼走，很易猝死。另外还有矿工、designer 和医生护士等，要成日熬夜和运动量大的行业。专家说不想被份工搞到有心脑血管病而猝死，最好每日至少做半粒钟运动，远离高脂高盐饮食。